好，像这两位小姐啊，有一位 A 小姐，她才26那个几岁，她才45岁啊。40岁呢，她脚你看一量起来她是什么冰冷的，她脚这几度呢只有26度，结果我们把她脚绑起来，经过一个钟头之后呢，她的脚底是什么33度的，因为我们的血液循环呢，我们平均体温是36.7度，但是。